在318上会遇到各路大神、各路车，这个是安徽的纯电动车吧？D 是不是纯电动车？这个标志有点像广汽的呀，看看人在不在。哦，在呢。啊，你好，你这是纯电动车啊？是这样，哎呀，你从哪里过来？安徽。安徽，安徽纯电动车跑到这儿，对，跑了多少天？我七八天吧，七八天？啊，你跑这么快？对啊，我到每一站基本上住一晚上就继续往前出发了，你这车能跑多少公里啊？啊，510，510？啊，但实际能跑450左右，450，一天跑400公里啊？啊，嗯。不能，差三不多四百？是三百三左百右多？哇，那你跑更快呀！你再跑2天就到拉萨了。啊，就准备今天都去到林芝了，林芝啊，林芝到住一晚上，后天应该都可以到拉萨了吧？林芝你可以上高速了。我不想上高速，我还想走下边的318。下班感觉没有啥，上高速比较好。我是主要是要体验一下，你也是在车上睡？在车上，我看，可以，我把门看一下。你这怎么睡呀、就是把那个座椅放啊？倒了嘛，那应该更简单啊，呀。放倒上，我从网上买了一个垫子，往上一铺就哦，行这了，座椅可以放平的。啊，放平了，给下边放平了，哎呦，那我看你们啥东西也没带，也带着呢，哎，做饭啥东西都带都着呢，在后备箱。但很少做，很哈少做，哈哈哈！哦，啥东西是齐全，但是电磁炉还带着呢。主要用电嘛，我可以放电嘛。哦，对对，你这个可以用电。你这个有多少度电？标的是62度电，其实际也不知道多少，反正他说出厂是62度电，你这是什么车啊？是爱安王哎的呀，车子，啊，广哦，汽，广汽的啊，广汽我爱看这安，前面那标志是像广汽的。啊，是广汽传祺的嘛，你这车买的时候多少钱？落地是13.5万，7天从安徽跑到这里，安徽哪儿？安徽亳州。我说跑到这儿不得2000多公里啊？你不止吧？现在我买完车就开始出发了，哦，你刚买完就出来了。现在都又跑到3000多公里了，哦，那时候将近2000多了吧，啊，三千了吧，我快。在家里没跑，上完班就来了，今天上班，明天就出来了。你咋想的？买个电动车来西藏我感觉现在路上的充电也方便了嘛，然后啊？啊。就，我在网上也搜了一下，基本上每个地方都有充电桩。另外，电动车它省油嘛。不要油嘛，电对，费便宜嘛，你主再要跑，它每公里最多，几毛钱嘛，2毛钱，啊，这样呢，节约点费用嘛，哈哈，省点钱嘛。但是买车钱加上去了，啊，充电也方便，反正是。充电整体上比较方便一点。那你到拉萨之后从哪儿走？到拉萨之后准备往青海那边走，青藏线。啊，对对，然后青到。藏线好充电吗？那不清楚，反正那应该都有吧。那万一你这跑到半路上没电怎么办？我基本上到一个地方都第一件事先把电充满，啊，然后看下一个路程能不能超过400公里都不去，一那般是300公里都要停一下。你这试电也可以充吗？可以啊，试电就是慢一点，要7、8个小时。啊，那也没事，这晚上找地方试电充的话也可以对啊，你到哪个山那坡没电了，直接有住户，你就商量啊。啊，商量。充一晚对，上也充满了，对。慢慢走嘛，你跑这么快干啥呀？第一次出来嘛，比较好奇嘛，感觉到一个地方待不久。你进来没高反咱们高反没有经验嘛，在理塘的时候，啊？啊？我第一下次跑到理塘，晚上了，晚上就你再下去的话，天都黑了，然后那时候很难受，就是喝点水都吐。啊？啊，那肯定在理塘找个酒店住一晚上，结果也不行，一不晚上行也是吐，也是吐。啊。它理塘太高了，好像是4000几是吧？4000左右。好像是最高的县城吧？对，但是开始时候没有想这么多嘛，就感觉走到哪里停哪里。就从那一次经验之后，再也不住高的地方了。这是找低的地方。所以下一站都是在巴塘住的，啊，巴塘再缓过来一圈儿。巴塘低一点吧，现在适应了也没事是吧？现在已经适应了，没有任何感觉了。啊，你原先做啥工作的？
我现在没工作呀，就是开车懒得跑着玩呗。没工作啊，有钱。就自由吧，自由职业吧，哈。自由职业。哎呀，你带这东西我看着太简单，太简单了。这啥？我就是放个板凳，床放倒，其他啥也没有。啊，就是这儿放了个板儿。嗯，就床板买的。哦呀。那这么睡不别扭？啊，可以啊，它这是板子还挺平整的。哦。习惯了就行。哦，你这前边座椅可以放平的。完全这也可以放平，但是没放。这放平呢，就是两张床嘛，一张大床嘛，可以睡两个人嘛。你后边这座椅能放平吗？后边往前放也可以放平。哦，往前放的话，就坐睡在这个后备箱这个也行。哦，嗯，那就得好好弄一弄了。对，这我一个人嘛，就这样简单一弄下去。想起来就出来了。对。啥也不想。对，是，就是所谓的，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。啊，对对对，你这个时速能跑到多少？高速上跑到120、130，我按那个模式的话，单踏板模式，高速限制130，它就最高了。那可以。嗯，这个开着起速快呀。嗯，起速快，开着特别的舒服。就是你像我下那个72拐，一点都不累。不累。啊，你基本上我都用单踏板模式，直接刹车不用踩。还有模式啥的。啊，可以选择模式吗？看这个。这个模式可以选好几种呢。哦，你这里还得启动车辆啊。看，经济模式、标准模式、运动模式，这就是单踏板模式。这还是外语，看不懂。哎呀，整体还可以，这个车。对，就是开着特别的轻松。轻松。嗯，这种车在这边不会高反。这电车怎么高反？油车都可能发动机点燃不行啊，要消耗氧气嘛。它电车不会，电它直接是用电了，它不燃烧，是不是？它没有高反这一说。它电瓶不高反吧？电瓶它说天冷，它这个那个能耗消耗快一点。哦，明天要走？哦，准备要走。电也充满了。嗯，充满了，昨天都充满了。这边相当于贵一点，就两块多，2块左右。这边电费就是贵一点。我在四川那边充的最便宜的一次就是4毛1。四毛一。啊，充满才30多块钱。这晚上充也贵吗？这是统一的，无论你什么时候充，都是一个价。哦。早上吃饭了吗？吃了，就是在对面有个对面。怎么样？这吃的啥？包子啊，有稀饭，还有豆浆。哦。还有个鸡蛋，还有两个菜。还可以，吃的挺实惠，我感觉。对，其他地方吃个菜啥都比较贵，这个10块钱吃得饱，吃饱了。我们来这么长时间还没吃过。嗯，可以去吃一下，比较我感觉比较方便。因为早上不想吃饭。嗯。然后吃饭了。这边走吗？走，一会儿就走。有的。好。谢谢。我的昨天都休息了，哎呀，我的头都疼了。头疼。车子已经全部安排好了，让我休息了。车太多了，昨天。就是昨天你们看到了，我5点钟下班了，哎呀。5点。心里不舒服，头也疼得很，脚都怎么回事？你不会也高反吗？他不会。感冒了。感冒。哦，药已经吃好了。啊。今天好一点。啊。昨天那些冷一点，中了，怎么回事？不知道哎。好，没事，兄弟，我自己捡就行了。啊，行了，兄弟。啊。